有几个男人，有几个女的？你说一个大男人，在家来回来，公交车费能花2块钱，到这里来3毛3分钱都花不起。你说带我这精打细算，我这算错了，应该在家不来，你省2块钱公交车费，能买一袋香烟，你能吃2个月，对吧？ 你说你省3毛钱，你能买烟抽啊？你说能买酒喝呀？对不对啊？你说我天天辛辛苦苦的为你们服务，你们都不交这电费，啊，我还给你们交电费吗？你们说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咱们今天就讲到这了啊，明天咱们继续讲。现在这个时间啊，有些来晚的啊，还得哎呀，再放一会儿吧，再放一会儿吧啊，今天没有了啊。
Thank you.